派对要开始咯，我们先来一个暖身操吧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电影要开始咯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 Ready Go。大家喜欢哪一套睡衣呢？来，大家准备好，下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娜，今天要来介绍新的礼包，是睡衣派对系列的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款吧。这款呢是柔情王子美食家的睡衣，穿着睡衣在吃热狗，哎，这样子呢是打算吃饱，然后就想要可以直接趴掉了吗？这个也真的是够懒的啦。那这款呢有眼罩、条纹睡衣、毛茸茸的娃娃拖鞋，还有 RJ 最爱的娃娃哦。再来这款是 Chumi 的，然后这款是幻想肌肉的，这款是好奇心王子的，这一款呢是聪明的小睡虫，那这款是调皮王的，这一款是爱心鼻的，总共有七款造型哦。那这次礼包呢还有送一个娃娃，真的是超赞的。之前的礼包呢都是服装，然后都是一整套而已，我觉得官方真的有在改善我们的游戏体验哦。接下来展示给你们看看，燕儿她购买的是调皮王的，然后柠檬珍珠购买的是 Chumi 的。好咯，睡衣派对要准备开始咯。欸，奇怪嘞，啊，怎么警察也跑来啦？欸，那有警察在，我们就不能太大声了啦，等一下被开罚单怎么办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，感谢大家的赞助播出，喜欢请帮我按一个喜欢咯，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